弄到一个通行证，这样也可以到，对不对？他们真的很爱我，他们从五等奖支持我到现在。等一下，小姐，怎么会不要讲五等奖？
啊，你大家拢在开始算五等奖那个年龄了，没有五等五万奖五万这种东西。我五等奖的时候才十岁嘛。哎呦，这样就好了、啊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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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五等奖小乐听了十年了，五等好，然后呢就开始跟着你就对了。跟着我，可是有小娃娃，那怎么回事？小娃娃就认识小朋友啊。嗯，就是认识我的时候都还是少女，然后后来他们就结婚了，结婚了就带小朋友一起来追星，追我这样子。是是是。所以就还觉得蛮幸福的哦，因为当一个歌手还可以这样子让那歌迷啊，然后喜欢我粉丝们，然后支持到现在，是很不容易的事情。是很不容易啊。所以呢，今天来到这边呢，礼多人不怪。对，欢迎再到我们的台中市的大家长林佳龙林市长，林立领导县长，跑下来，赶快过来欢迎市长。掌声欢迎林市长。市长好。市长好。我们不如这样子哈，我们再献唱一首歌曲哈，让市长一起来聆听一下，好不好？难得市长可以，对对对对。哦，好。好是不是？因为在市长在先。好好，再献唱一首歌曲，然后我们待会儿邀请到市长来为我们颁发106年的优良高比的一个认证，这样子好不好？好的，没问题。谢谢。那我们要再一次热情的邀请市长，同样来听听秀丁的这个好听的台语歌，好不好？好，带来轻松的歌曲《爱惜生命》，谢谢。掌声鼓励，谢谢。Yeah.
给吴淑敏来点热情的掌声鼓励一下，谢谢谢谢淑敏，谢谢免费熊，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太阳饼文化节。今天与会的贵宾非常非常的多，请容许我介绍。